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旅行的小丽。那今天呢是巧克力拉萨板蓝冲的第三天。今天呢是准备从冰清到昌都，248公里一共。丁七县这边修了新区，看起来还挺不错的。再见了，丁七。到蜘蛛市路口了，好怀念啊！以前骑摩托车的时候，上面待2天，拉肚子拉的虚脱。这边又开始满山雪了，不过今天还好。有蓝天白云，这个雪景显得就格外美了。今天呢，天气非常好，湿气也就跟着变得美好了。看着这万里晴空，瞬间感觉心情豁然开朗，阴霾一扫而光。昨天晚上到昌都呢，是喝了一瓶微醺，然后早早的就睡觉了，半夜2点多钟醒来，睡不着，然后一口气开了5个小时，跑到了江达，224公里好像。然后今天呢是出发德格。等一下就可以进入四川界了，80几公里，90公里。矮拉山隧道，现在到岗托了，进站的第一个小镇。这里出去过后就进入四川界了。站东门户，康巴江达。金沙江大桥呢，现在就是正式入川了，历时5天时间，我又回来了。现在是到德格了，在这边租车，做个晚饭吃了，还准备继续再跑一下。昨天、今天呢，是一共560公里。等一会儿看，再跑个200多公里，差不多。先做饭，莴笋炒腊肉，然后炒个土豆。菜备好了过后，才突然想起来，那个菜本走阿里的时候烧坏了，现在只能用这个灶台。哎，垫一张纸巾还是一样的，可以的。接着造肉吧。我的晚餐终于出来了，一个腊肉莴笋，一个本来是土豆丝，炒成土豆泥去了，还是自己做的饭香很多。在外面吃，不是饺子就是面条，吃的心累。